哦，好，来，我们肖老师，你再来，再继续。我们再时间，进你去，今天送完了吗？送完我了还没吗？有等送一下完，我哦。还有很多，还有人想要吗？没有人想要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收摊吧。那收摊了，我自己吃掉我们这个哦。收摊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吗？回家。好，来，没有，好了，后我们面看还一有下。一些表演啦。哦，后面还有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什么表演呢？我们的长笛老师的表演，他要带来一首最后一首歌了。再来呢，我们还有最后的压轴，它就是什么？我们的雷震太鼓啊，压轴是雷震太鼓哦。好，等一下要记得不可以乱跑哦，座位要坐好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的长笛老师，好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老师叫什么歌名呢？是，请说，叫什么？流水。年华这首歌也是什么？有听过吗？流水年华，哎，好厉害哦，凤飞飞的歌哦，真的，凤飞飞的歌曲。好，这首也是很老的歌曲，凤飞飞的歌曲叫做《流水年华》。好，来，请掌声鼓励长笛老师，谢谢。有要跳舞吗？长笛老师，你要继续跳舞吗？老师好厉害，跳着出去的哦。来，接下来了。